宝石交唱雨花石。诗诗，你给我唱一遍。当老师。老师叫你唱一遍啊、哦。老师唱最后那个还是？嗯、唱最后那个。你赶紧给我坐下，你试试没停课。你这啊的。老师，我五音不全，老师我。哎，我都能被你们气死。来，小皮子。老师，我叫皮皮虾。老师，你不告诉吗？不让同学起外号，你为啥给我们起外号呢？你叫皮卡丘，你给自己还起上外号了。嗯，老师咋唱？唱啥？啊啊啊啊啊啊！你看老师这歌谱上，老师不认识老师。老师，我已经好好唱了，可能也就唱这样了。我已经尽力了，老师。你唱第一句，我是一颗，我是一颗小小的石。你等老师唱完的啊、哦。啊，嗯呐，嗯。再听啊、哦。嗯。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。哎呦，老师唱完了，还不给我机会了唱。老师可以了吧？老师，这一句有点太长了。来，这么长。嗯，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，深深地埋在泥土之中。你唱古风音乐那个曲儿呢？我不知道唱的是哪个的曲儿，老师。我只能学到这样了。你下，看看音乐最好的一个仓子，给我捆。到，来，你唱第一句。吃多了，老师。唱最后一句吧。啊啊啊啊！你这音乐最好，咋还唱这样呢？啊妈，这快放假了，有点激动。我打你。行行，老师最后一节课了，你应不应该带我们玩一下子？想得美，你咋不能唱歌了？想得美，我听唱。静静静静的梦在深深石中，泥土之中。啊、下，老师唱的是啥玩意？招的没完没了的，给那个唱。啊，咋的了，老师？我就听人说，嗯，你看老师唱啥玩意啊？就说这，是不是？那老师的确你唱的不咋地呀、啊。我唱，最后一节课还不带人玩儿？对，这老师咋这样事儿的呢？说谁呢？说谁呢？那你看你说谁呢？你最后一节课不给我们留个好的印象呢？啊，我耳朵，你这老师有点太狠了呢！我做迷糊了，下学期有没有耳朵上学咋整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学迷糊了都。我看谁不会呀。小猪啊，你这眼神有点特别呀。老师我指定会。老师行，你不唱。整节课老师就教这一句，也没给我们教会了。这老师能力的问题。能不能好好的，我叫你唱。哎呀妈呀，老师，这不什么咋的了，老师？啊，不放假了吗？回家了吗？你咋还在这呢？回家过年了？上课呢？啊，咋的了？还上课没下课呢？还没放假呢？睡挺香啊？嗯，没有。你给我唱，唱啥呀，老师？唱半节课了，你还是一个字儿都没听，是不是？来，哦，假期作业。100张大卷，语文50张，数学50张，50张英语，《论语》背100课。下次上课1月31日。老师，你还喊了，过年都愿望过交的，这什么老师呢？滚，坐那儿。
我再跟你讲，老师，我们少留点吧。老师，我们就夸你好，够多的了。老师，你别去，够好好的。看见你们这么喜欢留作业的份上，老师再给你讲一讲啊。雨花石唱200遍，在群里发啊。老师，别那么狠了，老师。